创造历史的城市。这是一座书写传奇的城市，这是一座放飞梦想的城市。千年前，长江文明在这里起源。透过青铜纵目深邃的目光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华文明史册上浓墨重彩的三星堆古蜀文化，看到了这座城市传承祖先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勃勃生机。2200年前，汉高祖钦点这里的疆域，广治汉水，浸润着洛水汉风的广汉，人杰地灵，英才辈出。80多年前，这里点燃了革命的火种，敲响了崇尚真理、先行天下的铜钟。50多年前，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建立于广汉，一代代民航飞行员从这里起步，飞向蓝天，一飞冲天的广汉形象由此定格。30多年前，这里奏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曲，在全国率先实行包产到组，摘下人民公社牌子。秉承敢为天下先的胆气与豪情，广汉人继往开来，追求卓越，一次又一次翻开历史新篇，创造辉煌业绩。这里地处四川承德棉高新技术产业带中心区域，石油天然气装备制造、医药食品和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，为广汉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。四化联动，统筹城乡，广汉的大地处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城市建设日新月异，交通四通八达，田园风光与现代文明完美融合。徜徉在这座天府水木田园城市，你可以流连于防湖公园，感受苏州园林的精巧玲珑，领悟巴蜀园林的古风神韵，也可以驻足于绿树成荫、白鹭翔集的金堰湖畔，欣赏四季竞相绽放的鲜花，享受生态环境的清新雅致。传统习俗保保洁，传递和谐社会的中华文明。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，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，让人倍感广汉人深厚的文化积淀。宜居、宜业、宜商的广汉，正在成为一个天蓝地绿、水清城美的新型现代化城市。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云霄。
敢为人先，追求卓越的精神，激励现代广汉人追逐梦想，放飞希望，建设实力、生态、开放、文明、平安广汉的宏伟目标，引领着广汉人以改革不停步的姿态，飞向全国，飞向世界，飞向更加灿烂的明天。